大家好啊，刚才那个视频事发是广西柳州啊，9月17号这个是柳州城管通报，他说城管将摆摊老人青菜扔进垃圾车啊，老人多次在这个啊严管街道旁边就是摆摊啊，就是那么执法人员情急之下将两筐青菜丢进环卫车，目前涉事人员已被停职啊。这个是到底具体怎么回事呢？这是根据澎湃新闻过来的啊。那么根据是广西柳州这个城管他自己自述，他说是这个卖菜的阿婆啊是怎么回事，执法人员多次就是对劝就是占道摆卖的这个阿婆劝离啊，但是呢这老太太呢她不予配合，造成行人不便啊。那么执法人员情急之下呢就把这两筐青菜扔进了环卫车，就等于垃圾车啊。那么这个他把人家那个青菜就是扔在垃圾车里边以后呢，那人家当然 不干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刚才那视频里边呢，你就看那老太太那么躺在那个街道当中嘛，对吧？然后后来是两名警察了，应该是，然后把这老太太等于抬从这个街道当中，然后抬到这个便道上面啊。当然你在街道当中躺着是非常危险的了，就是咱们还是有事说事，就他无论占道不占道，你也不能够把人家那个青菜然后扔到那个垃圾车里边，对吧？你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我播的一个新闻，就是这啊，就江苏南通那个城管，就是他那不也是那个老太太占那个道。站到之后呢，就是他把那个老太太那个秤杆儿给没收了，秤砣也没收了，然后把那个秤杆儿也给撅折了啊。那么人家老太太就看到他城管已经过来了啊，就是人家准备要走了，他还不依不饶他上去啊。那么最后老太太就是站在车上，他把人家菜也给拿走了。那么老太太上去跟他理论，他一下拎起老人就把他摔在地上，对吧？然后你说这些老人，包括就这广西柳州这老人，他们就算是占了道了，对吧？你也不能够就这么着把菜也给没收，然后你还把他菜就是说然后扔到就这个环卫车里边。你们为什么就是办这些事儿怎么就这么粗鲁呢？就是他们种自己种点菜卖换点钱，这个我觉得这不为过吧。你们这个城管这些，我想为什么很多就是大陆的网友就管你们叫万恶的城管，因为你们现在就是做的很多做法，你们都不是人的做法，你知道？你这种视频现在已经如果流传到海外，他们会让海外就是很多人觉得，就是说你们大陆这些人，你们大陆就是就对待这个民众怎么这么着粗暴啊？你们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没有教养啊？这些人啊？你说你们广西柳州的城管啊，出名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现在又出名了。你们六月份的那时候，那不也有几段视频，那不也是在柳州吗？就是一个城管队员，就是让人家那个就是瓜贩，是卖瓜的还是卖菜的，对吧？然后让人开瓢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还就死死的把那男子，然后就给压住了，然后那个什么别的人就是指责他，就是你不给人家活路了。是怎么回事？你就是说啊，乱摆摊堵路，堵完了，然后啊，什么路都不用走了。他堵路了吗？他是在那儿堵路了吗？他菜还没卸下来，他在车上，他堵什么路啊？你们这些城管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早就应该啊，让这个国家就应该给你们取缔。中国制造这个城管部门啊，就是设立的城管部门，纯粹就是在制造矛盾啊，制造社会对立情绪啊。有你们这帮城管，我认为挺高兴的啊，就是只要有你们在，你们就是可以把这社会矛盾就是弄得非常非常尖锐啊，是让中国共产党就是早早灭亡。你们现在就是对待老百姓越狠啊，就是这个就是社会矛盾就越尖锐，这样最好啊。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。共产党还有你们这帮城管，我说句不好听，就跟你秋后那蚂蚱，你们蹦了不了几天了啊。这段到这儿。